就猴子，我这儿出这个刀塞我呀，猴子，别碰我爪子。那儿没头，你看这儿挖多的。原来这么够面了，花点蜜，谁抹抹点盐，试一试。这多干净了，这就出这么多面，又好吃。走车来了，没让拍猴子。我也说，这个直播。我说咱俩约地的时候，啪啪响了，我以为那次也了。约完了，推出机器了，就看见那个路不行了。反正你记住，也不好使唤，肯定有猴子。有猴子，哎，没有咱多钱，让人摸摸。哦，这是装人民币。嗯，那先给我点真的。哎，过来大白骨就是好。捏手米不好。啊，生父吃点包出去。啥呀？菜菜呀！那菜菜，给你丢了。今天你饿不饿？来来口啊！尝尝。哎呦，看这头奖，真甜。我的，吃吃，吃白白瓜。白白瓜，舅舅。吃吃，吃吃，快点吃南瓜。哇！哇！就是，你吃没嗅觉？不是，这两天挺好吃，中间这甜甜甜，好吃吧？那你再切点儿。给特色，给特色，俺那配给妈，妈妈就没了。就快车车过来。车车过来。来来来，吃贝贝。我也吃贝贝。哇。咋的天啊？也许在锅里头可掉没土的，是个也许吃的。那也许不怕吃死了，那臭叔叔是就要也许。嗯，说只有呗，一天的，这么长。这鸡蛋不臭韭菜的，这臭是臭完了。过来用小葱吃小葱。哦。嗯，说起那韭菜，鸡蛋炒韭菜，一块炒真香。挺香啊这。嗯，就是呀。就是要跟米饭
大概的那边之后就在做的。嗯嗯，别这一把了，谁对我了？就那几天了。